你这老是很难弄哎，你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我放轻松。每次看到这个都还是觉得很惊讶。你 OK 吗？要再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再。可以再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今天要去超久违的头部按摩和银珠护眼。距离上次头部按摩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，那银珠护眼则是快一年了。好，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我的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。另外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。这次要去的店是舒适，想到要做头部按摩，我就超期待的。那银珠的第三次挑战，我会更习惯吗？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吧 ，Go！先卸妆，对啊，我们的银珠洗脸是会帮客人洗脸的。OK， 外面其实很多不洗脸都是用湿纸巾擦，然后就是擦擦眼周而已。可是我们是都觉得这样不干净，所以眼皮、眼周我们都会洗干净。好，那你全程轻轻闭，轻轻就好了哈。好，你不要偷笑。那我先点洗眼液，不要用力哦，因为你用力我就撑不开。应该很多人还是会用力，太紧张了哦。大部分都是男生，其实女生反而都很。哎，你赶快让老师弄。好，我先从前面哦。那我们做的过程哈、哦，会酸酸痒痒。或是有一点异物感是正常。嗯，现在还好吗？嗯，不会痒，还可以，蛮痒，很想哭，很想哭，现在又很痒，不可以抓哦。如果我们在按摩的过程中你会流眼泪是正常，嗯，因为我们就是刺激你的泪腺，然后让它让你的眼睛比较湿润一点。会很痒的话，就是帮你多按摩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来做，轻轻的哦。嗯。它绷蛮紧的，第三次了，放轻松。你这老是很难弄哎，你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轻松。我放轻松。成功。这个好像蛮痒的，这个是比较酸哦。这个是在按摩它肌肉，还可以吗？嗯。会酸吗？嗯。还是异物感？异物感。异物感了。不会酸了。好。酸一点点。好。流眼泪，它等一下会比较湿润一点。每次看到这个都还是觉得很惊讶。不会啊，就眼皮而已。会痒吗？很痒吧。嗯。眼头、眼尾会比较痒。嗯。在哪里有不舒服，跟我说。这一次有淡定一点了啦。嗯。现在有比较松，你可以讲话没关系。他每次做这个，他都不太敢讲话。嗯，不会啦，很紧张。不会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瞳孔，所以是安全的。嗯，男生应该都不太敢讲话。男生根本就闭紧紧的，然后还手心冒汗。我第一次也有。可能是因为先让你们看到这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会自己上网去看这些惊悚的画面，他们就会心理障碍，然后。真的做的时候又说，嗯，怎么 反差萌这么大，就是舒服的。嗯，像这样子就是帮他洗到有点水润水润，嗯，那就是他会比较舒服，就不会那么干。流泪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一直在用力放松。嗯，有啊，有流泪了。我发现你第二关都会紧张。对，因为第二关会比较紧，哦，然后会有一点异物感，哦，他们会比较紧张。本来还想说他眼皮不好翻，因为看他影片，他好像是单眼皮。哦，然后他内双啊？内双，就是眼皮不大的人就比较不好翻。哦。或是单眼皮啊，或是缝过双眼皮，
哦，缝过的也不行。可以做，可是不好翻，嗯，它眼皮会比较厚，我们要施力点会不一样。了解。那我们种睫毛也是可以翻，因为外面很多种睫毛都说不能翻，嗯，其实是可以。他是怕把那个睫毛弄，应该是，嗯，对。那客人如果不介意，我们还是可以做，嗯。不舒服吗？不会。那我觉得你第二关比第三关紧张。大家都是这样哦，真的哦，嗯，因为他们会看到那个棒子。就往他眼睛这样子，然后他因为会看到，他们就会害怕，嗯。那这个是看不到。这个的话，就拍摄的人觉得画面很厉害这样。对。就尽量帮你抓一抓，嗯，抓痒。这个是热敷吗？对，我会用热毛巾。好，热敷就很舒服，你应该会比较放松，不会烫吗？不会不会。力道可以吗？还是要再重？可以再重一点。嗯，他头吃很重，他长按的话就会。嗯，他身体没有头吃的重，身体会痛。嗯，应该是说身体太重按组的那一种，他就会超痛，就中上可以，那头他是可以很重按的那一种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然后这一支感觉也蛮厉害，这个就是排酸棒，嗯，因为它刺比较重，所以我用这一支。你 OK 吗？要再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再。可以再重。然后它是不是很变态？这可以再重，这个已经很重了。来，好像每个老师都这样教，对。那就是头一鱼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气色很好，刚是不是刚刚有做的时候？没有，刚刚接受了一些正能量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嗯，那这一支也是力道的，哦，够够的这种。对，这支就是可以用来拨脸，好，然后拨颈部、拨头都可以。嗯，你睡了？没啊。我以为你马上又进入梦乡。哪那么会睡？你很会睡，但我不知道。默默的就睡着。对啊，一点点打呼而已。嗯。这力道还可以哦。可以可以。这一只已经很重了，这个还要再重，我都觉得好像快要受伤。很不可思议。对呀，啊。你有觉得你哪边会比较有感觉吗？都是前面的地方，哦，前面这边吧，嗯，大家都是这边。等一下我会加强发际线的地方，紧绷一点的。因为发际线是都是在骨缝比较多，哦，然后骨缝的话会很多穴道，所以一般我们在滑发际线都会很有感觉。哦，嗯，对，所以我们最后会发际线会再加强。好，我现在把整颗头拨完哈。舒服吗？很舒服的。做完应该回去都很好睡，现在应该每天都很好睡。做这个，没错，要做就很好睡。拍的时候，对。
还行吗？可以可以。这力道还可以吗？很舒服。可以可以。老师力道感觉你 OK。OK 啊。可是怕对他来讲太轻，他吃很重。他异于常人，他异于常人。对，是我异于常人。刚刚刮这边还好哈，就比较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这边。对，最前面就。对，大家都是这边会特别酸，嗯，因为那边穴道比较多。然后我们起个脸，好。这个很保湿，你感觉出来吧？可以，很好，有进步。比较好吗？有，好。那首先我来分享一下吧。第三次的洗护眼，我觉得整体的感受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紧张，没错，因为毕竟很久没弄，但弄完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，就是整个眼睛还是一样会有那种明亮感。然后在中间老师其实还有帮我做一些眼部的按摩，我觉得按完其实整体啊眼睛也是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疲累。那后面的头部按摩我觉得整体来说是算舒服的。那其实不要看老师瘦瘦的，我觉得老师的力道也是偏大的，但是如果你是重案组的话可能比较不适合你，但我觉得老师的力道大概可以到 中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加上他用的一些排酸棒啊或者是一些按摩浴室之类的，我觉得整体在刮跟各方面老师的技术其实都很不错。那在其实这里的环境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的，所以也推荐你们都可以来体验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